林斌，你什么？哎呀，今天我们这里又下雨，没事，陪你玩一下。很多人说想看体育，最近一直在牛棚，每天到陪他，今天陪一下你玩，好不好？走。好久没训你了，这又下雨，这雨又下大了。雨来，走。哎，别这么兴奋好不好？先让他兴奋一下，先让他兴奋一下，先不好使。啊，好，走，握手，李斌，握手，李斌，着急，要买点牛肉干给他吃。嗯。我小儿子在车里面吓我一跳，来，走，别动啊，走，别动啊，要揍，李斌，想吃是吧？想吃要听话，知道不？李斌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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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过来啊！对，就这个东西，走，哎呦，我滑是吧？别激动，打雷了，小宝在这里。小宝在干嘛？下大雨了，有这水呀、啊，小冰冰，小冰冰不能摸吗？我小儿子也很喜欢狗，去握手，哎，快，坐，那么兴奋知道吗？好久没陪你玩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帮你坐啊，啊，冰冰握手，哎，真乖。你看你啊。有时间陪狗狗玩，都没时间陪我儿子玩。宝宝，这要蹲一下，蹲一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，跟你说话呢。啊，我说你都有时间陪狗玩，都没时间陪儿子玩。哎呀，我这狗除了我陪他玩，没人陪他玩。瞎说。李斌，宝宝，我妈把妈给带上去。走，要凶你。好、哦、宝宝，我的天，哦，这谁家的狗啊，怎么断了个腿？李斌来，李斌回来，回来，来哟，这质地太滑了。今天叫好之后，带他冰出去玩吧。以后我可能会把他带到牛棚那边去。来，冰冰。